大王，你好像外国人。加油，大王，大王！谢谢，谢谢你啊，还给我打气是。那爸爸呢？爸爸要不要加油？爸爸上班也会怕怕。加油。爸爸。谢谢。那么真棒。棒吧？乐宝呢？有没有给自己加油？加油。不害怕。宝宝。宝宝，加油！哦，那你还有没有怕怕？没有怕怕，那我们就加油！你紧张的时候要干什么？妈妈，哎，加油！嗯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妈妈，哎，加油，加油！嗯，妈妈，哎，加油！好。我会加油，你也要加油哦，是不是？妈妈，嗯，加油，嗯，加油。两母子一天早上的精神疗法。加油。那你有没有给爸爸加油啊？加油。好可爱哦。啊，谢谢你。谢谢你啊。明天我们就放假了。加油。啊，你不用上学，我不用上班，明天我们就放假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嗯，谢谢。哎，加油！嗯，加油！加油！嗯，马上就到。加油！嗯，好了，爸爸来接你了。嗯。加油！哎呦，你很棒啊，真的，要不要天天？不要了，谢谢。形同陌路。是啊，之前还是好朋友呢，一出校门就不认得了，一进校门就认得了，是吧？对。林啊，哦，你认得，你认得，那来来来，书包书包，你跟他一起进去吧，来。你跟他一起进去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那你等他。你等一下他哦。行，你先上去。啊，你同学来了，你一起进去吧。Hello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去吧去吧，一起进去吧。去吧。啊，一起进去。Hello。Hello。Hello。啊。什么？早上好。哈哈哈哈哈！打个了我，真系得意啊！我呢个，我呢个好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佢知道手手，去吧，手吗？手啊，刚才姐姐练了吗？练没去吧？拜拜。好了，走回来呀。陪同从华城翻回来，拜拜。拜拜。别回来了，老吵着了。哎呦，哎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你觉得可好玩？妹妹，啊、哦，你先回答妈妈好不好？妹妹，哦，妹妹，喝了这个乖乖豆车好不好？爸爸，哦，爸爸，喂，你同桌坐电机回家哦？哪里啊？李耀林进去了。哦，嗨，你喝吧，你喝，可以喝的，直接喝就可以了。你试试，你试试，试试。他今天没有那个吸管了，说妈妈带了自己的吸管给你。这样，这样，嗯，喝吧，用力，有风风了，有风风了，走了，乖乖坐车了，妈妈给你带了一粒多，知不知道？
那怎么夜了？你刚才那样夜很漂亮的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了。不知道，以为你爸爸去参加奥运了呢。妈妈。哎，妈妈也去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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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厉害！爸爸，加油！哎，好、哎、啊，怎么夜的？赢了怎么夜的？耶！啊，手手怎么夜的？耶！两只手手怎么夜的？再吸一口，那个吸一口，然后里面可以吧？下的，这个，好了，饼干，你干嘛吃？你买完了，对呀、啊，干嘛？下班的，一种虫子啊，什么啊，那个对的，那个很简单。喂呀，爸爸，怎么啦？爸爸怎么啦？爸爸在干嘛？爸爸有没有吃饱饱？啊？有没有吃饱今天晚上？然后，爸爸有没有爱妈妈？你没有啊？那正中我下怀，我爱。哇，爸爸，你们是亲子灯吗？妈妈你来看一下。你快来看看，全家都在这里啦。你们一家三口是哪里啊？亲子灯。啊，是虫虫啊。你干嘛要敲他的头啊？头头头头啊！你刚才不是跟他说跟他贴贴吗？七呀、啊，出门了。七哥哥出门了。那你洗吧。我这样。爸爸，你穿这个睡衣好像神偷啊！